功夫。老翁，对。双方的第三局决胜局。但是有效的进攻方式。抢错的质量很高，所以中国有很多老话啊，一个是艺多不压身，就是盖德这样啊，我技术我得分手段很多，这样也可以得分，那样也可以得分。还有一句话就叫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就是薛轩逸。我不管你会什么，反正我这个你防不住。对，只要我有机会了，只要我这个机会比较好，我就是一板子下去，干脆利落。当然，其实从综合来看，当然盖德还是这个综合实力还是在他之上，而且盖德不是说没有这种突击重杀的能力，但是他的年龄。这方面的各方面的原因使得他不可能走过多的采用这种技术。对，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年轻运动员到老队员的这一个过程，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相对来说你的思路也会简单，然后你就是老运动员经历过很多的比赛之后，你经验各方面其实你那会儿想的多了，你也会就是不仅仅是用这种单一的手段去打死对方，你可能会用比较轻松的但是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去完成自己的这种战术。其实盖德现在有时候控制他两个底线的球已经跟第一局不一样了，第一局有的球就是送给你攻，两条球给你攻，但是现在呢，给他的弧度就比较平，让你也没有特别充分的时间去充分起跳扣杀。对，就是我让你时间总是在匆忙中去就是处理这个球，而且我更多的去限制你的正手，你的正手的进攻的线路没有头顶这么多，而且威胁没有这么大。点杀斜线，但球没有过，比较可惜。3-4。其实2010年世锦赛8-4的时候，陈金那场球也是一样，也是第二输的第二局，也是让对方给攻顺手了。嗯，就像陈盖德输第一局一样，怎么防都防不住了。又是一个。全是靠手上节奏的变化。对对对，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你往前你想控制往前，你冲得很快，好，我既然具备我这样的技术，我就让你先走，走完了之后我再给你这一拍，就手上还有一个停顿动作。其实有的时候业余选手和专业队打的时候，其实吃亏也就吃亏在这儿。我觉得比较容易的是推改放，就是你冲得很快，很快的上网拿高点一个推的动作，但是你停在这一个放网，对方呢以为你要推，然后你一个放网把它给定在原地了。对，这种比较容易，但是像盖德这个比较难，就是在高点顺着这个球下来再去挑后场，就是做放网的动作再去弹后场，就是我觉得他这个难。这个说快出手还行，对，快弹还好一点。对，这个其实就是你首先你自己这个击球点你首先要先抢到，让别人感觉你是这个所有的主动的，所有的假动作的基础都是你先抢到高点。对，不然你连第一个高点都没有，你直接上去就低点，你哪还有功夫是假动作？对，而且假动作其实针对那种就是启动快的可能更奏效一点。对，但我启动慢，它本身它启动就慢，没反应，对，它根本就不大动的。然后完了，你再做第二动作，它刚刚好，它本来来不及的，它现在这个时间就刚刚好。你像那种启动快的。
你还没做动作，他已经提前走了，这个时候你再做动作就奏效了。盖德又连得三分，7-3。这球丝线示意线内，双手劈杀对角。哎，界外还是界外？应该是裁判改判为界外。底线突地。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打多了比赛，就是这个我们看的转播的男单比赛很多之后，就是像这样，薛轩逸第一局到第二局开头那一段连续那么杀，一般人是 不太可能做到的，就你不可能从头杀到尾的。对。所以年轻队员他一般都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后来他经过一开始都是很相信自己，觉得我就可以这么打。后来比赛打多了，碰到高手，发现你确实不可能从头杀到尾，就必须要改变自己的一些打法。这是多次实践证明，你不可能两局从头杀到尾。你除非是碰到真的就是弱的，对弱的，就是你板的，我就能赢的，那顶多就是练22个杀球是吧？那你如果是碰到这种高手，你本身你他的这种线路也会限制你，节奏也会限制你。你是在这种就是多拍过程中还得去强攻，其实这样的一种消耗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是我又要想着去想着他会怎么打我，然后我还得想着我得去攻，这种其实就会跟之前的那种是不太一样的。那打到现在呢，还是证明盖德还是他的战术还是成功的，当然更完美的是直接第一局就拿下，那更给薛轩逸一个教训，就是等于给他上一堂课了。当然薛轩逸所需要表现的也就是说我全力冲击你，能冲成什么样我先把我的能力表现出来。对，至少他现在就是给盖德还是有一定的冲击的，对吧？盖德最起码你是三局赢我的，对，如果是两局就交了，那更那个更就是更明显。 对，我不管怎么样我赢不了你，但是我还是让你付出了一点体力，我还是让你紧张了一把，而且我自己的东西反正我就这么多的技术特点我也打出来了，那我真的打不过你那我也没办法，我因为我本身就不具备这么就是这么全面的一个这种技术啊或者是这种战术。11-4盖德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薛轩逸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后场技术呢，我们就是统计他的杀和掉，杀掉就直线下降啊，从第一局的10个降到第二局的4个，现在这个第三局前半局只有1分。而盖德后场他主要是通过掉了劈掉2个往前，盖德呢他的重杀只有1分，但是点杀突击得到1分，通过后场杀掉上网之后的推扑这种机会还有2分得分。在这一局目前他往前的轻技术搓球勾球这种回放方面呢没有得分，但是第二局是有1分的。